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红史记。今天的茄子做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面条。首先将茄子去皮，然后去掉头尾，再切成小片。全部切完，放水中浸泡待用。番茄去掉根部，然后切成小块。切点姜丝、蒜片、葱花，起锅烧油，放葱、姜、蒜，炒香。加入肉末，炒至变色。放点黄豆酱，翻炒均匀。加点生抽、蚝油、食盐、老抽、胡椒粉，翻炒。放入茄子、番茄，大火翻炒一分钟。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焖煮五分钟。时间到，舀上一碗汤汁待用。将面条平铺在锅中，浇上汤汁。然后盖上盖子，焖煮十分钟。时间到，翻煮一分钟。一分钟后，关火出锅，装盘。美味的茄子番茄焖面就做好了。吃起来汤汁浓郁，解馋过瘾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就关注我吧。